为您乘车安全出行，严禁侵扰司机驾驶。请及时报告驾驶员，发生突发事件时，请听从驾驶员指挥，迅速撤离，远离现场。谢谢您的合作。
看看。请勿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危险品上车。文明乘车安全出行，严禁侵扰司机驾驶。乘客可能沿着货物品，请及时报告驾驶员。关车门请注意，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请注意，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园林南，下车请稳步，关开门，请注意。金龙老友，还中网门这个群众内的，前面我有所有的乘客民众，多谢合作。详细的乘客请往后面靠。下一站是园林南，老车请准备。Please walk inside. Next stop is 园林南。Please be ready to get off. 等一下，弄断，请注意安全。